听说你昨天给大家练的都挺可劲儿练是吧？加油加油加油！你昨天还行，就是你怎么样啊？我听说你有点伤病啊。我不太行，我几对肩早上起来的，不是要我说真的，这个事儿你不值得同情。告诉别扣篮，一直在扣，但腰下来就不行了。你看现在真正打比赛，你那时候你就腰伤了，那你现在能不能打？你告诉我。不太行，每个人都有伤，都挺累的。不严重，不是很疼，就穿些穿袜子都不疼，不太行。不是，关键真的就是，如果因为训练要是五对五，我们打球的时候你受伤了，我们那没办法，那是训练的时候，你这啥就受伤了？腰。 从来没有受伤过，真的蛮奇怪的。我从来没有在无对抗情况下受伤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在训练中就是受伤了，本来是想让他打首发阵容，但是他把腰给弄伤了，有一些麻烦吧，临时部署上也要做一些调整。咱们队友实在是有谁，比如说犯规啊、下去了，实在不行，你顶一会儿看看，明白吗？而且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你没人指望你能拿100分，也没人指望你能抢50个篮板。 行，你就是顶上顶一会儿，能抢2个篮板，1个篮板也是贡献。好，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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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。有点慢吧，精神好不好？科比骨折了都上去打。好，打的猛点就行，防的猛点，防的猛点打的就猛。1、2、3，联盟赛。